微信悄悄上线拍一拍功能被网友玩坏了，有人把昵称改成了马屁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功能，并未在更新公告中列出，也能收到这一提醒，都不会接收到拍一拍产生的震动反馈，和微信群聊的功能有所区别，拍自己的时候手机会抖一抖，终于也能像明星一样喊出这句话，别拍了别拍了。你体验这个新功能了吗？记得先更新微信哦。